更狠的是今天刚交保出来的超哥，打人是不对的，时间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话，我还是会揍他。时光倒流再打一次，台湾司法太神了，刚保释出来直接在警局外面喊再打一次。欢迎收看本周卡提诺狂新闻。第六名，小可爱吃下肚就不可爱了。许多人家里都会养宠物，而养宠物有不少美嘎，其中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就很重要。近日美国一位正美饲主把从银行领的$4000放在桌上，没想到一不注意就被家里的毛小孩一顿痛苦撕扯，直接全部吃下肚$4000了。吃了美美哭了昏了，比当年忘记躲船舱被巴洛谷撞死还苦。美美只好等狗狗排泄后的探索与发现，最后经过辛苦的生食与供才拼凑回3500美，整个过程难度堪比玩具城的任务，还不给你机会被屠。也幸好当时狗狗并无大碍，面对做错事的小可爱女主人又好气又好笑，但想起与狗狗过往的点点滴滴，就像以前玩风之谷一般甜蜜的回忆，也只能摸摸狗头原谅她了。这时候荧幕前的你会疑惑，狂新闻怎么会做这么温馨可爱的报道呢？小编请你转念想一下，你现在盯着荧幕仔细想想，你还没想到吗？超哥抱歉，那就再转念想一下，看见这个正美还没想到，那就再转，再转，既然忘不掉，不如重返六转新世界。就六转了，没错，忘也忘不掉的新风之谷全新世界来了。还记得当年的公婆，还记得当年死守的绿水灵动吗？风之谷迎来史上最优的一次改版，现在加入等级爽爽面，不用当哭哭农夫，还有超多职业随你选，超多人同时在线 play， 好朋友都在这里，还考虑什么呢？赶快一起回补吧。第五名，大整蛊时代。近日脸书上有人纷纷发起了把黑龙江还给黑龙，把一所大学还给一所，把高中三年读的书还给高中老师，把市新大学还给停车场等等网络社运活动。而我们首都台北市也不落人后，不知道是不是在庆祝柯文哲落选。近日宁夏夜市竟宣布举办科目三舞蹈大赛，直接把宁夏夜市还给宁夏省。海底捞员工胜券在握，骨科医生摆摊业绩长虹，蒋万安不愧是武王，承诺让台北成为文化城市，原来是想从五统下手。而有民众也是相当热情参与，新北一名房东即便深陷租屋纠纷也要积极备赛，欠了几个月的房租诉讼。好，你要房租是不是？我明天给你。来不及了，来不及没关系，那你就等判决。你准备被强制了？强制什么？强制死刑。手还以为只是各报电竞的，想不到一发力就直接 AOE 嘲讽全场。谁说科目三比赛没有用？以后请证明科目三是一种防身术，遇到再傲的课都能把人直接造到离场。科目三一听就小学生，抖音舞以后在地化改名叫强制区领舞就没问题了。不过门槛是得先有房子，收租宁夏夜市。这波操作有人觉得无桐，有人觉得无仇，有人觉得住海边馆太多。这时小编就很推荐改跳来自日本的绿色和平舞蹈，看看被困在前几秒钟的各位绅士绝对无争议，保证全员都买单。第四名，玛利亚之墙又破了。台湾校园霸凌日益严重，与其相信政府校园安全网 2.0， 不如自强不息，靠自己。你们要自立自强啊，不反击会被人欺反击了，可能还更惨，但不想继续挨打自己也势必硬起来。近日基隆某高职学生疑似抽烟被同学告状，心生不满，结果三人联合把人拉进厕所教训，想不到间接打通被害者任督二脉。虽然霸凌系狗拳法刚硬，但老子铁头更生猛无敌，这名同学直接以头划顶揍人，跟被揍之间选择了揍墙，直接变身凯之巨人破墙逃逸。原来进击的巨人都是真的，毕业后才知道母校有巨人之力的持有者。这名同学宁愿撞门也不愿意撞痛扁他的霸凌者，根本圣人耶稣大招，直接选择空大开路。我答应过师傅不打架的，我凯他超他殴我撞，打一个攻其不备，封起来直接拆墙，被打的比打人的还狠，比紫色恐怖还恐怖。我有个新招叫无敌穿墙术，耶、可怜系狗还敢打人啊，再来搞我，你就是下一个门。恭喜凯之巨人终于赢了一次基隆圣人九四狂。第三名，A 来 A 好玩， A 来 A 好玩。大选后立院三党不过半，2024立院终于不再无聊，期待未来英雄内战见证。立院百鬼夜行森林泰山韩国瑜睡觉大王黄国昌爱神真爱谢龙界跳海大使王世坚山道猴子黄杰婉婉而分灵体徐巧心，每样都能独当一面，现在集中在一起看你怕不怕。
多位综艺大咖全员集结立法院诸神黄昏根本台湾梦之队今年最大档期实境秀期待 Netflix 拍成影集才能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个国会看起来比过去四年有料多了想不到当年霸韩的年轻人现在在用选票送韩总机上立法院长的位子不分区第一席挡都挡不住毕竟违建之子都能上总统了还有啥好意外的没有他我不行啊俗话说天下大乱正是英雄辈出之时新的复仇者联盟就在这里漫威的票房有救了根本选民之徒插个瓜哥就能主持综艺大集合不用到动物园在立院就能看到实况转播太离谱了真的太离谱了2024红白立法院大赏无敌的吧第二名有政府会告人之好了啦还要崩溃多久上周选举结束有大量疑似选举流程不照规定及记错票等影片流出于是大哥没有输的崩溃粉们正式进入了丁守中式回圈高举坐票大旗永远困在大选那一天代表人物艾丽而各方选务人员则跳出来表示想坐票是真低难每个投票所都有各党人员和民众举着手机在监票100-200万票的差距就算找大卫来变魔术也不可能从老二做到变老三除非你本来就是老三所以呼吁各位理性务实别再上车了不然我们政府要开告了不过就是些选务瑕疵而已是人都会犯错刁民反应不要太大像是什么开票前先关门窗布置为什么不是我们现在的布置开票所啊可是为什么门不能关起来吧门要关起来啊开票不能录影为什么不能录影我们要回报你们是哪边为什么要回报警察这边过来一下就是不能录影，可以录影，把选票全部倒在桌上才计票。现在是先一张一张投点票、烫票、计票。所有人，今晚来去投票啊？你怎么会全部倒出来？你可以有你的意见去表达。我现在在那边，我就准备要唱票了，你不要干扰我开票。有票自己跑去图书馆看书。北市松山区民友居民活动中心投开票所，还出现有总统、副总统空白选票，夸张失窃。警方从失窃的四楼交易厅查到了楼上的图书馆，发现这些遗失的选票还有包装袋就被藏在书架上的这个角落，发现还少了2张选票。虽然选务瑕疵的影片层出不穷，但我们政府的第一反应不是纠责，不是改善，不是致歉，而是对质疑的民众提告：你发这些有什么目的？不就是想破坏民主吗？是中共在认知作战吧？其实开票也可以不用录影了吧？有点小瑕疵怎么了？刁民不要输不起啦！有选务疏失造成选民不信任，那也是选民的问题吧？该道歉的怎么会是中选会？是造谣杀杀把以后投票干脆让每个人把选票盖一盖丢进金炉烧，开票的时候直接补瓦杯，决定谁当选或请鸡同出来跳一跳，把票数写出来，就好比异化投票，还没有资安风险不在即投票，只要身上有打火机就能实现，还不能验票验了就是质疑神明，三党都满意，大家都欢喜无敌的吧。第一名，打人就是不对，打人就是不对，打人就是不对。帮不知道事情经过的观众说明一下，贩毒被告的 Transstar 网红超哥的店直播吃饭，直播中对店里的食物有所批评，从那个虾子开始好了，虾子还行，但是微微的有一点沙，哎，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好吃很多，都吃到目前为止没什么腥味。这种冻饭最讲究就是这个醋饭，醋饭就非常难吃。一般店家摸摸鼻子，超哥就不一样了，主打一个超派，在小朋友面前呈现一个台湾现况。如果像我这么坚定的话，我给他讲什么啊？就是仇中是吗？还是怎么样？搞不懂。为什么要扯？出来吃个饭，再不讲。超哥真温暖，知道餐点不合你胃口直接来请你吃一顿粗饱的，能让炸毒又贩毒的成功洗白，真的只有超哥这种打过医护有恐吓伤害无照酒驾前科的顶级富二代了。更狠的是今天刚交保出来的超哥，打人是不对的，时间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话，我还是会揍他。时光倒流再打一次，台湾司法太神了，刚保释出来直接在警局外面喊再打一次，宾拉登都把飞机塞拜登嘴里了，美国政府还在睡吗？上个月社会治安网才 2.0 版本更新，超哥要以一人之力升级成光时代吗？这下全台湾都知道超哥店里的食物只能说好吃不能说难吃，在 Google 留不平的小心了，超哥晚点就顺着网线一个个把你们打成玩具，因为超哥要当台湾味觉训练师，帮你各位重新训练味觉。觉得人的味觉是需要训练的，为什么要扯国旗？我出来吃个饭，再。黄新闻，我们下周见。